大家好，我是游子。2023年的最后一天，哎，做些什么事呢？我想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菜园最后一天是什么样的。中国呢已经到了2024年了，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说实在的，过了一个年，对我来说我的生活还是一样。所以说新年跟旧年有什么区别啊？真的没什么区别，过好每一天才是最重要的。来吧，跟着我去我的菜园后院。先来给你们看看这里，给你们看一共我种了多少品种的菜。还是有人质疑我，对不对？那我就给你们看啊，这上一层是鸡毛菜，这个是教头、红葱头，这里是菠菜，菠菜要那个分苗了，我现在还不知道分去哪里，因为地里都满的。好了，这里这一排已经有四种菜了，这是韭菜、上海青，还有一颗辣椒，这是让它过冬的。这里有红生菜，这里也是一些红生菜。那这里有上面是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、七个、八个，这个是就是红菜苔，四个，现在八个，这个是九个，这是白青芹菜九个，十个胡萝卜十一个，然后这里都是上海青。我是一直在这里兼苗到别的地方，这是甜的芥菜也要移苗了，刚刚11、12、13，这也是青菜啊，这个是茼蒿14，这个是菊苣15，就这里啊，我差不多种了15种。这盆也是韭菜，这是新发出来的芽，因为现在是冬天啊，它冬眠，所以呢没什么长，等它再长高一点呢，我就剪掉它，这样呢它就会长得很好。这是葱，然后这里呢是蚕豆，蚕豆还长得很壮的啊。这里还有豆苗，这里也有芥菜，好，然后这里是生菜，生菜，这里种的是人参果的小苗，然后这里也是甜菜，哦，看到吧，这是花叶菜。然后这里是四灵豆，还接了一个四灵豆，希望它明年还能长。这是西兰花拉贝，这个是白菜，这个是百香果，这里还有一颗茄子，哎呀，它开花了，但是它结不了果，我要准备把它剪枝啊。这里边也是这个花叶菜，像这些都是花叶菜啊，这个也是，但是哎呀，我天哪，给虫吃的这个样子，不过还好那菜心还在，好像是儿菜。这里全是菜苔，今天可以采摘了，但是我今天有菜吃，留着明天吧。你看都是菜苔，哇，这里是芦笋，那就是这里是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什么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、七个，这里七个，15+7，已经是22个了。再给你们看看这里盆苗，哎呀，我天哪，没想到这个季节辣椒还在长，我是这颗准备给它留籽，希望它
明年我希望全部种这个辣椒。这个辣椒啊，又好吃，产量又高。别人给我的籽啊，就这么长出来一颗，哎，但是它可以给我籽啊。这里有两种辣椒，这个是螺丝椒，然后这个是百合，那就刚刚17，这就18啊。然后这个我要采几片叶子，今天来做这个凉拌的木瓜，17现在18，这里是两种豆，18、19，这里是茭白啊，19，然后这也是菠菜，这个也是茼蒿，这个是空心菜，不知道能不能过冬，不能过冬我就拔了，我估计不能过冬，我要拔掉它。和19、20，这个就是水芹菜啊，这个都是那个叫什么，这个花姑娘，哎呀，我吃了一个，终于她给我留了一个，真的甜的不得了。刚多少？19，那就是20了，21、22，这个是枸杞，这个是花椒，22啊。这里是芹菜，这个不知道什么菜，这个也是我种的那个甜芥菜，还是22啊。这里有油菜，这个是粗腿，23，还有香菜，24。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漏掉啊，好记一些吧。后院就算它是25个品种，有的是，比方说辣椒有2个品种，我都没有算啊。好，现在我们去看看前院，侧院就有两种啊，一个白菜，一个是莴笋，莴笋越长越大了。这个是左手香，哦，这小子来挖过我的生菜，看到吧？你的枪很低呀，看来我这里要放几根钉子了。这个芋头边上长出来一颗卷心菜，哎呀，我估计这颗卷心菜也是虫不得了的虫。这是莲雾，我有2颗，这是算植物吧，不算菜啊。这里有大蒜苗，这个大蒜苗呢，因为遮了这个网啊，太阳不够，所以有点发黄了，这几天因为一直下雨嘛，今天我要把这个网拿掉。这里有一颗青菜，塔菜，油麦菜，把这几颗油麦菜拔了吃火锅。这个种植床就有3种菜，再加刚刚架子上2种菜，一共5种，再加芋头跟卷心菜，这样它有地方给塔菜长啊，然后这些大蒜啊，长在边边上的，我要拔掉它吃掉了，就是尖苗吧，因为实在是没地方长了。你看这颗塔菜长那么大，就光哦，这里还一颗，然后这里是莴笋，这里是榨菜和黄花菜，这里就算2种菜，那就是9种菜。这个是马兰头，春天了，它开始又长了。这里也是芦笋，这里种了也是3种菜啊。后面是西兰花苔、莴笋，前面还有甜的芥菜，这芥菜也是种得很挤啊。你看这里的荠菜那么大，这么大的荠菜也可以吃了。那这里就加荠菜跟马兰头，那就是11种菜。这里种的是芥菜，后面是榨菜，这里是儿菜、拉贝，哟，拉贝昨天刚刚剪，
今天这里又长出来，这里也长出来那么多。这个拉贝吃一段时间我要把它全部拔掉，因为它遮着后面菜的太阳，也是差不多了啦。然后我的天哪，这是也是昨天刚刚拔掉的，好像又可以吃一次啊，最起码吃五次了。那就是这里这根黄瓜，我今天吃了，准备做那个木瓜沙拉。儿菜已经出儿了，这一片地里有儿菜、黄瓜，后面还有萝卜、西兰花苔、西兰花腊贝，应该还只能算四个吧。西兰花腊贝好像后面算过了，那就是四种菜在这里。前院就是种了15种菜，不包括水果树，像火龙果啊之类的。这后面全是儿菜。好了，我的菜园全部介绍完了。前院加后院，前院是25，后院15，差不多要40种了。这个天气啊 ，Sam 说让人感觉好冷哦。如果一个人在家里的话，会觉得很孤独、很压抑、很忧郁。我说，现在你知道有我有多幸福吗？他说是的，是的。现在是4:30，看看这个云彩。Sam 说 ，so ugly。这个天真的。很远的地方有一层很厚的云跟那个海连在了一起，所以你看现在根本就看不到对面的山了，城市也是灰蒙蒙的一片，海浪好像是安静一点了，但是其实你仔细看它的海的纹路啊，看到啊，其实浪还是很大的，怎么感觉这个不太平静啊，这个海，而且很冷啊。但美国人你看看那两个走路的还穿了短裤啊，他们不知道冷的，很奇怪。看这些云好可怕，好吧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多吃点，家人在一起一定都是很开心的，好羡慕你们，我是永远只有两个人 ，Sam 跟我，他也没家人，我也没家人，只能在这里跟我的家人说了。好想你们啊，祝你们新年快乐，心想事成。哎，几位阿姨舅舅们，你们要多保重啊，身体健康，我就可以来陪你们。Happy New Year!